我是局的陈振宇啊，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挖大坑就是历史灾害的一个大平台哈。好，那台湾是一个多灾害的这个地区，事实上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土石流或坡地灾害，只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把这个资料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有一天你在山区买房子，或者是你要买一块地，可是你可能会注意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凶宅，或者是什么这样什么因素，可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在南投雪里的这个俊亨村，可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1996年后舞台光是长这个样子，哦，所以当时土石流其实已经埋了一层楼高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每个地方的过去灾害历史资料，特别是照片的部分，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是在这个莫拉克台风的日本温泉，都应该有印象，金帅饭店当时就倒在那个河床里面。那可是各位可能不知道，是在金帅饭店的下方，那个温泉街的下方，其实有发现一些旧的房子。这个旧房子呢，其实是在1973年那拉台风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受过灾了。所以我们希望说呢，把这些灾害历史资料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透过 local wiki 的概念，把每一个地方的一些完整的资讯能够一起来做结合。那我这边有的资料是有关于历史灾害，我们已经收集到一些照片，但是我们需要一些人帮忙把这些照片想办法找到正确的位置跟去定位。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帮他们 open 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不管是在其他的网站，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需要在开发需要这些材料的这个人呢，我们会提供这个完整的 Open API 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借鉴。我们看国外的很多例子，其实他们都针对这些历史灾害资料保留的非常完整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像日本这边，你可以找到100多年前的这些灾害历史照片，甚至在香港，你可以看到1889年清光绪5年，当时他们灾害照片都完整的保留下来。那所以我们当时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些照片，可能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人身上，把它汇整回来。那我们希望透过社群平台方式得到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些比较简单、清楚的方式呈现资讯。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简单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关键字各位可以打“灾害照片”跟246。那应该大家很少人听过，246的意思就是2就是 two 46 two 46，对吧？这关键事情大家记起来。那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开放好的界面的部分，我们所有的资料都会完整的提供给大家。那我们需要的部分是我们待会需要一些讨论，就是我们目前这样的东西做出来之后，可是参与的人不够多，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怎么样扩大参与面，然后怎么样，还有一些数千张的照片，怎么样快速完成定位，还有怎么样扩大这些分享，还有怎么样去加值应用，跟更多的有呈现的可能跟方法，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谢谢大家。